好的啊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的瑜伽课呢，因为冬天来了，我们先复习一下，那个心肺的经络，怎么锻炼心肺的经络的瑜伽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学习一下，怎么锻炼胃经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做一个，活跃我们的末梢神经的啊，活动一下，热身一下，就是你这个手指头就像弹水一样的，你就从这里慢慢的往上弹，弹，一直弹到上面，是不是你的两个手臂也在用力啊？这个手指头弹的时候，就是说活动了我们的末梢神经。这个是要使劲的。一般呢，我一直在建议大家，咱们一天做二十个。现在我们做了2个了啊，一天做20个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做。你看这动作虽然简单，你做20步下来，你全身都会暖和起来。当然，你的胳膊肘如果没做习惯的话，这样拄上去的时候很酸，怎么办？那你就弯着上去。我是建议大家呢，尽可能的把胳膊肘伸直。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10个了，再做5个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另外一个呢，我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做的，那就是这个蹭掌呢，注意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，手背和手臂是在一个平面上是这样子的，他们是平的啊，他们不动，手臂和手背不动，只有手指头上下颤动，手指头上下颤动，这也是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，锻炼我们的血液循环啊。一天你锻炼3分钟，锻炼3分钟，你如果是这样一直坚持下去3分钟，那你的手臂还是肌肉很不错的啊，那我们今天做一个乾坤颤掌啊，我只是抛砖引玉，不会做太多时间，因为后面的动作还挺多。我们两个脚打开和肩腾宽，然后先做左手啊，就是大鼻动，手指头一直都在颤，手、眼睛、身体随着手的动而动，然后做右边。手一直在颤，然后看到右边一次，这个手指头一直颤，大臂慢慢的动，啊。三，左边，右边，四，五，
六。七，我们做七次，现在手呢还没有那个麻麻的感觉，我们再做一个洗胸颤掌。那怎么做？怎么做的呢？它的路线呢是从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慢慢的到你的胸，然后贴着身体慢慢下去，然后再一个圆圈上来啊，就是这样的路线。现在我们颤，也是做七次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不要超过头。六，七，我再讲一下啊，我困难一下。其实我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打开你的视频，我可以看到你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手，我刚才说过的是手指头一定要颤起来，手指头颤起来，你看吗？手指头上下颤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的血脉不通、血气不通的话，你可能在每个地方堵上了，你这个手这样颤不起来，你可能是这样这样的，这样的，没有关系，你慢慢琢磨，每天的去做，做个两三分钟，每天做两三分钟，最后你自然而然的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，基本原理你知道，就是手臂手。背在一条直上，它不动，它不管怎么样，你怎么伸到哪里去，它们都是在一条直线上，它不动。唯一动的是咱们的手指头上下动。OK，现在我有感觉了啊，我一般做两套动作就会有感觉。我们收一下，因为你手心有麻麻的感觉，一般达到这个效果啊，要。这是我每天说的作业，第三个作业是什么？I love you，1分钟做四个动作，但这四个动作非常非常好。大 I，脑袋去找肩胛骨，手尽可能的往上，注意收腹。小 i，脑袋一直是去找肩胛骨啊，右。四个动作，但每个动作做15秒钟左右，就是拉一下你整个你身体的上半部分，肩、脖子和手臂，非常简单，随时随地的可以做。我一般做到这个时候，我就 warm up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再穿那么多衣服了，这是上半身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的脚和大腿呢，也再拉一拉。冬天来了，怕大家伙一不小心就受伤了啊！拉一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然后侧拉一下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，四、二、
六七八，OK，基本上这么再甩一下啊，两个手，两个腿稍微扁，你的两个比你的筋宽一点点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甩手，甩的时候呢，眼睛去看另外一个脚的脚后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在刚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，就是几年前，我做完了以后，我头发晕的，就还有那种要吐的感觉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脖子的问题。OK，现在说起脖子，我们现在就来练习脖子了啊。现在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这个叫神诀吧，不对，就不管它叫什么吧，我一下记不住了。手放在胸口这个正中的这个地方压着啊，然后吸气往上抬，脖子往上抬，手往下压。呼，回来。做三次啊，吸，呼，吸，不是往后挺，不是这样往后挺，手往下压，脖子往上提，来，吸气的时候脖子往下提。不要整个的背往下去，你的整个身体是不动的，只是脖子往上提。呼，这是往上啊！现在我的手往右边使劲，脖子往左边使，往左边使劲啊！现在吸气。呼，来三次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最后一次，吸，呼，OK，现在我们的手往右。手往左，换一个，这个上手手是，现在是右手贴在上面，左手在上面。现在手往左，脑袋往右，吸，呼，鼻吸鼻呼，吸。呼，不要耸肩，吸，呼，最后一次吸，呼。现在我们把手放在耳朵的这个下面，看到没有？耳朵这个地方有一个塌下去的地方，然后呢？吸气的时候，现在是吸一口气，然后呼吸的时候呢，让这个手经过你的富贵包，这样下来啊。现在手放在脖子的，先脑袋朝左，手放在耳朵的下面，吸气，呼。呼，就是你转过去的时候自然吸气，然后我只叫呼，因为呼的时候你在暗暗的用力，三次了啊，现在是第四次，呼，呼五，呼六，
呼七，呼八，呼九，呼十。OK，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左手抱着脖子啊，手指这个手尖放在这个耳朵的这个下面的一个，就是凹下去的地方。现在脖子朝右吸气，呼，慢慢转向左边，手经过你的腹部包，呼。二，呼，三，呼，四，呼，五，呼，六，呼，七。呼八，呼九，呼十，是不是现在脖子很爽啊？OK，做完脖子了，这个瑜伽和别的不一样，别的呢就是动动动，那些活动都是直线式的。那么瑜伽呢是圆的，现在我们抱个圆啊。吸气时要打开，就是把这个气钻进来；呼的时候再收回来，等于把气挤出去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吸，呼，吸。呼吸，呼吸，呼，弯起来啊，刚才错了，忘了跟大家说了。吸，整个人，整个呼，抱起来，吸，打开。呼，抱圆，吸，打开，呼，抱圆，吸，打开，呼，抱圆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吸，呼，最后一次吸。OK，慢慢放下来。现在我们再做一个，两个脚还是要打开的啊，去锻炼我们的这一套动作呢，是锻炼我们的心肺。现在通过，因为《心经》我讲的是不是是这样上来的，肺经从这里上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锻炼的是锻炼心肺。现在两个手是打开的啊，两个手是这样打开的，吸，靠近的时候呼，这个呢，尽可能的让你的肩和你的臂。是平的，你看现在是平的，是吧？但是你要进去的时候还是平的，要合拢的时候还是平的，有一定的难度，没关系，下来一点就是。慢慢的，就是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手臂是平的，然后通过吸、呼，它们呢放合到一起，合不到一起下来一点没关系。再吸打开，到最后的时候再呼吸，
呼吸。呼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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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。OK，这个手是不是一下这个整个这个肩膀，它就已经受到一种，就是说你感觉到说它自己就已经是在血液循环的感觉，是吧？这是令我们的心肺，性心肺的最后一个动作。就是让我们的舌头顶着下上颚啊，然后呼吸，先吸气，吸2次，快快的，然后发出嘶的声音，嘶的声音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用嘴巴呼吸。啊，再来啊，吸气2次，呼。放到你的丹田，就是把气固定在丹田。这个动作呢，有的人这个发这个嘶的声音，他不能够一口气到这里，他会在中间可能就顾不来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快一点憋上去，或者换一口气都是可以的啊。但尽量做到一口气呼到了，慢慢的到这里啊。再来一次，吸气2次，OK，连着多做几次啊，舌头放那个，呼吸2次，吸气2次，快快的吸2次，呼嘶，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好啊？OK，再来一次，吸气2次，再来最后一次啊，吸气2次。刚才这几个动作练我们的心肺的，在冬天马上就要来了，这个几个动作非常有用，大家平时也可以去，不难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今天录像的目的是要练胃经，那个。胃经，首先测试一下咱们的胃和肝通不通，用什么办法呢？你的，我前面讲过，我们的练，去测我们的肾经的时候，脚趾头在上面，然后慢慢坐下去。如果说就直的坐下去啊，你一点都不疼。不痒，子，那么非常好，肾经好，还有一个肝经，就是脚背落地，也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金光坐，你有不疼，非常好，肾经也通，肝经也通。如果你有点疼，那么就是部分的不通，那非常非常痛。
那就咱们要多练经络瑜伽。那么今天我们练胃经，胃经怎么测试？就是肝经和胃经都一起测了啊，两个膝盖并拢，然后两条腿打开，膝盖并拢，腿打开，然后。手注意啊，不能嘣一下坐下去，会受伤的。你的手慢慢的放在垫子上，手先是手用力，然后慢慢坐下去。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哪地方疼啊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你的胃经也非常好。如果你的膝盖疼，或者是脚疼，什么地方疼？那说明咱们还得加强锻炼。OK，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胃经呢，是三个动作串起来做。第一个动作，咱们的，我是不是要斜一点，大家好看一点啊？两个脚和肩同宽。脚趾头翘起来，脚趾头翘起来，然后慢慢的往下蹬。蹬的时候，这个背不是直直的，也不是很斜，不像我们以前练的圆背，是那么斜，但是也不是直的啊。手抱圆，还是正面吧。吸气打开，呼收起来，吸。再讲一下，注意看一下你的膝盖。有没有超过脚尖？看一下膝盖有没有超过脚尖。另外，大腿不是散散的往两边，大腿是往里收，就是这两个大腿是往里收。OK，再来啊，吸气，呼，吸，接着打开，把气钻进来。呼，把气挤出去，吸，呼，这个呢，尽可能的用鼻鼻呼，但是你也可以用嘴巴呼啊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做一次吸，呼。OK，我回到这里啊，现在你脚趾头下来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动作是不是？将我们的背平抬下去。去靠近我们的大腿，然后两个手蹬放在垫子上，慢慢往前移动。现在膝盖下去，由你的大腿和肩同宽啊。现在我们做一个半鼓式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我们膝盖去碰我们的手臂，吸气出去，吸气蹬出去，然后呼的时候，这个你的身子往后，然后膝盖去碰你的上臂啊，左臂，你看，呼去碰左臂，对，吸。吸的时候是这样打开，是不是？
呼的时候，你不要身子往那边呛，前面移，身子慢慢的也往后，这样跟大腿是同，去相胖。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吸，因为呼的时候在使劲，是不是？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再做3次啊！吸，呼，吸，呼，错了，这是吸，呼，吸，呼，最后一次，吸。呼，OK，放下，做另外一个脚啊，一样的，吸，伸出去，呼，一，吸，呼，我只说呼了啊，二，呼，三，呼，四，呼，五，呼。六呼，七呼，八呼，九呼，10呼。OK，现在两个脚放回来。如果有抱枕的话啊，咱们准备一个抱枕。下面一个就是叫，侧腭课间，现在我们把垫子拉开，暂时啊，下巴落地，我先坐左边。这个手，左手放在左边，放在左边的时候呢，让它和你的鼻子同一个高度啊，让它和鼻子同一个高度，然后身子侧过去，身体侧过去，一定是侧的啊，不要把你的胸压在垫子上，因为有我们的心脏。然后两个脚呈90度，右手撑在垫子上，那你的身体一定是要侧着的。这个手五个手指头紧紧的趴在垫子上，抓着地上，然后吸气打开，然后呼，往后再拉。现在我们这样躺着15秒啊！现在躺着的时候，我们把这抱枕放在我们的脖子下面，刚好，现在你的脖子就不会弯。手主高，往后拉。现在我们坚持这样拉15秒啊，15。14、13、12、11、9、8、7、6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OK，你的手慢慢的放在垫子上。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下巴放在垫子上，然后我们的右手贴在垫子上。
这一次，左手撑在电炉上，打开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是侧卧的电扇，不要把我们这现在是肺啊，就是肺的这一边压在电炉上，两个脚呈90度，两个呈90度，脚和脚之间是90度。大腿和身体是90度，现在我们这个左手是撑在垫子上的啊，右手是紧紧的抓在地上，然后吸气打开，呼，进一步打开，进一步打开，然后。坚持往后拉着15秒啊，15、14、13、14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，刚才我忘了把这个报纸放在这个下面了，就感觉都不是很舒服，又忘记了。OK，现在。我们又休息一下，两个手放在身体的两侧，下巴放在垫子上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你可以把你的包子放在下巴下面。怎么来的？我们怎么回去？现在我们手撑起来。慢慢的转到这个叫四角平面，然后慢慢的回到身体的大腿的上面，是吧？回到大腿的上面，然后慢慢的吸气起来，吸。然后，伸一下，呼下来，这就是我们练胃经的动作。胃经它是我们身体上最长的一根筋，它从我们的这个曾指头，就是脚的这个开始，依次通过膝盖，然后。依次通过脑袋，然后到我们的脸部，到脸部呢，这个有好几个这个经络的点，胃经的经络的点。所以你我们的脸上，如果说人皱纹比较多，脸上的血液不通顺，都是因为我们胃经不通。大家可能是觉得啊。这个胃不好的人，就是肠胃不好的人，他可能很瘦。其实大腹便便的人，一般都是胃经不通。还当然，如果你的这个来路的两边有疼，就是疼疼的感觉，这也是胃经不通。面黄肌瘦，就是胃经不通。这一套动作做下来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做之前照了镜子，做完了以后再照镜子，你会发现你的脸色好很多，就是给我们的皮肤排毒了。OK，刚才呢，我们做的都是经络瑜伽啊，就是心经、肺经和胃经。其实这个胃经也涉及到胆经，
下面让大家做点有力量的啊，先锻炼锻炼我们的腹部，躺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每次都要做的。Balance，balance，不能不做 balance 啊。这个 balance 每次做，为什么每趟会做？测量我们的平衡，也就测量我们的脑袋，也锻炼我们的大腿的力量。这个。做这个，今天我做经济独立。做经济独立的时候，咱们有三个选择。一个呢，在刚开始做瑜伽平衡不好的朋友，可以脚趾头放在垫子上，脚跟放在另外一个腿上啊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把你的腿放在你的小腿上。如果你很厉害的话喽，好一点的话喽，那就跟我一样，放在大腿的根部，吸气，呼，两个手心向内挤压，再吸，呼，你的手沿着鼻子往上。你的手拉直，尽可能靠着耳朵，或者放到耳朵的后面。然后飞起来。这个挥起来的时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让你的大腿、手背在一个平面上。吸气起来。现在用你的左手去抓你的脚背，抓你的脚背，让你的大腿和小腿靠在一起，左腿的大腿和，然后让你的两个腿的大腿靠在一起。为什么做这个动作？如果你做不好的话，你扶一个墙、扶一个椅子都可以啊。这个锻炼我们的。大腿的肌肉，稍微用点劲拉一下，尽可能让它们靠在一起。这个时候你的大腿有酸疼的感觉，就是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平时，今天他没在啊，就可以说一下。他平时做 balance 没问题，但是他呢，上楼梯要坐电梯，膝盖疼。我说：“那你做这个动作，哦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就是合不起来，要做也只能做成这个样子，靠着，就是因为咱们的膝盖不好，所以说我们要锻炼我们的髋关节好了，大腿好了，我们的膝盖自然而然好。其实以前是我要坐电梯，他不需要坐电梯，在20年前啊，现在呢，他要坐电梯，我不用坐电梯。” OK，放下。就是我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，希望大家平时在家里也锻炼一下这个，就是经常去靠在一个地方拉着拉一拉，咱们的肌肉好了，膝盖就好了。OK，换另外一边，一样的是三个选择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吸气，呼，两个手心向内挤压，再吸，呼，沿着你的鼻子慢慢的往上，现在你的两个手尽可能去靠近你的耳朵，或者放在耳朵的后面啊，我只能做到这个样子。然后飞起来，让你的手、背、脚在一个平面上，吸气起来，现在去抓一下大腿，可以
可以用你的手扶墙，或者是扶在一个椅子上面啊。这个动作我再强调一下，大家多练。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地练这个？就是告诉大家多练多练，保护我们的膝盖。反正这里有我的老朋友啊，这里头我在20年之前的膝盖是一塌糊涂的啊。现在我没感觉了。OK，放下，拍一拍，拍一拍。每做完一个难一点的动作，我们都要拍一拍啊。平时在练瑜伽、打通经络的同时，我们再拍一拍，让血液啊，它更进一步的循环，也就是这个拍吧。其实呢，这也是通经络。OK，大家躺下。没有很多时间了，但是，冬天到了啊，这个练腹部的还是要练啊。今天少练一点。吸气，现在两个脚是和地面成2度啊，吸。五，一，七，土，二，七，土，三，七，土，四，七，土。五，吸，吐，六，吸，吐，七，吸，吐，八，吸，吐，九，吸，吐。十，OK，现在把我们的两个脚去靠近臀部，我们做一下桥式。为什么做桥式？每次都做，因为纠正我们的骨盆。如果你有子宫肌瘤的子宫，上唇和后唇和前唇都可以纠正啊。一直可以一直这样停着。我们也可以上下动一动啊，吸气往下，呼起来，一吸，呼二吸，呼下去的时候不要贴到垫子上，三吸，呼。四吸，呼，五吸，呼，六吸，呼，七吸，呼，八。现在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下面。坚持一会啊，10秒吧啊。OK，慢慢放下，滚坐起来，我们再滚一滚，按摩一下背部、肩部啊。一、二。三，用胸脯去找大腿。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OK。
现在在做一个，我觉得非常有用的，把左脚放在大腿的一侧，这个肠胃啊、内脏啊要活动一下。左手放在右腿、右膝盖上，右手撑在垫子上，然后随着你的呼吸，身体慢慢的往后转。随着你的呼吸越转越多，一直转到你的极限。OK，吸气回来，换另外一边，注意大腿和。右大腿和左脚是平行的，然后让你的右手放在左膝盖上，左手撑在垫子上，慢慢的随着你的呼吸往右转，鼻子转到你的极限。OK，回来。现在我们做，又回到我们的蝴蝶式，活动一下。这个蝴蝶式是锻炼什么呀？髋关节，髋关节锻炼好了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的髋关节灵活了，有的人碰髋关节，自然而然我们锻炼好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髋关节灵活了，我们的大腿就灵活了，肌肉就强了。那我们的膝盖还疼吗？膝盖也强壮了，也不疼了。然后我们想做的那个莲花坐，平时有事没事，我们想做一个莲花坐，我们静坐一下。那么髋关节、膝关节、踝关节都要灵活起来，是不是活动活动，它就容易下去啦？可能还有些朋友觉得很难下去。现在我们把手放在膝盖上啊，压一压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OK。现在把脚往前伸一点，用手去抱住你的大拇脚、大拇指。吸气，呼，额头去抓脚尖。吸气起来，现在把我们的脚靠近我们的身体，这一次背是直直的下去，不要弯背。吸气，呼，吸气起来，OK。又到了方诺时刻，去亲我们的鼻子啊！用大拇指去亲一下鼻子，没问题。我已经出汗了，换另外一个劲儿 我们要增加我们身体的温度，那就是要达到微微出汗的目的。OK，最后一个动作。前面几次课我都没时间了，做这个的时候，倒立啊，倒立非常重要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我们的脸部的胃经不通的时候就起皱纹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时候，脸部的那些问题的时候，都是血液不循环，缺血。现在我们通过倒立呢，血液就到了我们的头。
头部这个动作除了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以外，还锻炼我们的肩颈。但是开始做这个动作以后，脖子不能动了，脑袋不要动了。OK，大家继续去准备一下我们的音乐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啊，我们刚刚呢毛细血管都打开了，大家呢准备一下外套穿上，袜子穿上。瑜伽、仰卧、放松、休息术。仰卧于地面，双脚微分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手臂向两侧打开30度，身体呈一条直线。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。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缓慢、深长。从两脚开始，两脚的大脚趾正在放松，其余的脚趾头。脚背、脚底、脚跟、脚踝正在放松，两小腿胫骨、小腿肚子、两膝、膝盖。膝盖窝放松，大腿前面肌肉、大腿后面肌肉、髋部、骨盆、臀部放松。把注意力放在背部、肾脏、下腰背、上背，放松，腹部、五内脏器官、胸腔。肋骨，感觉到心脏正在放松。再把注意力放在肩膀、肩关节、上臂、肘部、前臂、手腕。手指头、手背、手心放松，把注意力放在头部、头皮、后脑勺、额头、面部放松。脖子的前侧、后侧、左侧、右侧放松。现在感觉到全身从脚趾头到头顶，感觉到从脊柱的底端到顶端。全都放得很松，
盘子，我的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松，最后一次，我给你个盘子，我的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松。现在我们朝右躺，左手撑着电扇，站起来。OK，现在我们收工。刚才我做说锻炼髋关节的时候，我就说了一个我们瑜伽坐姿啊，要最后瑜伽坐姿，我们要最好是能够双莲花坐。但是呢，咱们刚刚开始学的朋友们，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瑜伽的基本坐姿，就一个脚在里面，一个脚在外面，很简单，或者是简易坐姿。这样子都可以啊，或者是单莲花坐，一个脚放在另外一个脚的髋关节地方。当然，增肌目标那是要做双莲花坐。双莲花坐呢，就是现在我的左脚放在我的左边的髋关节的右边的髋关节的地方，我的右脚呢，现在右脚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慢慢的移上来哦，不要一下子给搬上去。也尽可能放到你的左边的髋关节的地方。OK，现在我们开始收工，吸气，呼，吸，呼。吸，呼，谢谢大家。